宣誓例行办实事解难帮困聚兵心，着力解决练兵备战重难点问题，服务大篷车驶入小散远单位，列出为基层官兵办实事清单，推动服务基层常态化制度化。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，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，贯彻习主席关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重要指示，落实党中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安排和中央军委有关部署要求，围绕改革急需、备战急用、官兵急盼，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结合起来，扎实开展实践活动，激励广大官兵以饱满政治热情和昂扬姿态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，战略支援部队抹不面对战场环境条件变化，优化装载编队、应急拉动、地域展开等训练流程，增强实战实训能力。西部战区陆军党委着眼部队大多驻守在雪域高原、大漠戈壁等艰苦偏远地区的实际，与八省有关部门建立协作机制，制定统筹协调解决军人子女教育矛盾困难的措施等规定，为官兵排忧解难。